我们家的野生金福菇今天采收咯，总共有20-30朵金福菇呢，重量超过10公斤以上哦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现在画面上大家所看到的，这个就是台湾原生种的金福菇。金福菇过去一般大家都把它称作给巴西菇，其实这个是错误的。金福菇它是属于巨大口蘑的一种，是台湾目前发现的菇类里面最大的一种，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，据说含有人体所需要的15种的氨基酸，那其中有8种是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，所以有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个抗氧化防癌的一个优良的保健食品。日本的学者还有台湾的部分业者，他们已经培育成功，已经开始在量产。它在日本有白色松茸之称，那么在台湾网络上人家称它做王者之菇。每当梅雨下过雨以后，在这个草丛里面，在树丛里面，就有可能长出这样的菇来。它的伞柄，它的伞顶非常的大，大概可以大到像人的一张脸这么多。它是重生的，给巴西菇是单独独立的，它有假根，而且它的这个伞尖是硬的，但是这个菇不一样。这个超过了，应该有7-8公斤，大概有10公斤这么重。